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郑鸿仪，欢迎收听今天的《波导转世界》啊。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来到来、啊、邀请一位明星哈，伊、啊、是什么人呢？伊是、啊、今年八月的时阵，台湾办四大运哈、啊，世界大学运动会摕到啊网球、田径的金牌诶啊，但是人家访问的时阵拢讲台语啊，怎啊作称诶？哈、啊，伊叫做庄吉生哈。啊诶、欸，吉星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叫吉星咁对，吉星咪使 ，Jason 咪使，啊人拢较接你叫你 Jason 也是庄吉生，庄吉生，都少人甲我讲吉星，可能我阿妈，Jason 好，啊你会当啊，甲观众诶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无？大家好，我是庄吉生啊。诶，多谢您会当给我这个机会，当来讲。您是谁？波导连播放啊！你讲较好。朱琴，你是谁？郑大哥。金城武啦，郑大哥。啊好啊好，你敢会记？我有做郑鸿仪。郑鸿仪，你冇听过吼？无，我英语的名可加对我讲是较会晓记啊。啊啊啊啊啊！比较英语的名言，英语的名 ，Eric， 呀、yeah, ，好，对 ，Eric 郑，好，嗯哼，我叫你 Eric。okay, 好，诶，对美国等来外国，等来对美国等来外国啊？嗯，差不多三年，但是今年伫台湾较济。安尼吼，好，是，今麦你读册嘛？嘿，我这么的张师大，他硕士，他个的研究所，他个研究所，研究所啊，是什么款研究所？sports science。OK， 好做运动科学，运动科学，嘿，安尼对不？对。OK， 好 ，Jason 哈，庄吉生，吉星啊，哈，那你因为要pass啊四大运，爱代表台湾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所以你有放弃美国籍票？我敢爱，你有入台湾证吗？嘿，有，但是唔免放弃美国证嘛？唔免，就是我开始拍专业，我是开始拍职业的，职业我是我出去比赛，我是美国，对，但是我三年前转去台湾，但是你也转你来等两年，开当就是四大运开当参加，对。所以今年我开始当拍迄个台式杯，就是 Davis 台维斯杯，台维斯杯，过迄个四大运，阿美尼的当拍亚运。哦，所以你是三年前转机台湾，所以到资格啊，要满两年嘛。对。啊 ，OK。那一旦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吗？有些你家家啊。介绍你的家庭，你听无吗 ？Introduce your family。我看起来你台语嘛无介老，我来叫你台语就老。你的台语是比我较好，当然啦。我台湾人，我对四年大一个台湾人，台湾人大汉啦。呀，无爸爸是高雄人，妈妈是台南。啊，爸爸是去美国读册。啊，大学的时阵吗？大学。但还有喜欢去美国读书，阿姨底下的家头咯。嗯，阿姨感觉迄个洛杉矶，做好诶，天气做好诶，个别热，所以的看当腿的头路的洛杉矶。对。啊，我妈妈的对起，嘿，所以咱拢伫美国大汉诶，啊，厝的拢讲台语啊，啊，外口。好能讲英语啊！所以我是拍球是因为爸爸最爱拍球的，伊拢会向朋友别个台湾的人，拢会向因拍球。对，所以伊可能三十岁才开始拍球的。哦，三十岁才开始拍球的是，是兴趣的。但是伊看球嘛足准的，因为伊是迄个那种 engineer。钢钉书，所以伊个目，伊是钢钉书的对啦，所以我感觉伊个目睭做好诶，做来，所以伊拢会看迄个好诶选手在拍，伊安那伊个主持人在拍，所以
有一些医生带我的哥哥去打球，就是打胜的，啊，我就带他去啊，啊，开始他是要认我哥哥，训练哥哥，训练哥哥，啊，我哥哥差不多到十岁，我爸爸说，他就说，他不爱，他的脚，他是就说笨蛋，他的脚不爱走那么多啊，所以感觉哥哥没在你一人说他的坏话，没关系，所以感觉哥哥的打 tennis 比较没兴趣啊，所以的，所以我他就教我，对，所以我是，所以他开始是要先教哥哥啊，又不是要教我啊，对，所以就为他开始啊，哥哥后来就没再练了，伊无练较济啊，但是又拍迄个还是高中各中的迄个队啊，但是拍了就不拍。高中校队啦，应该是安尼讲哦。啊，所以妈妈冇拍吗？妈妈不拍，妈妈不拍。哎，哦，不是，爸爸是其实是爸爸是业余的呢。哦，伊是兴趣去学 tennis 呢。兴趣啊，所以伊甲你教。我爸爸马上就厉害，就厉害。我都跟你教个真优秀哦，哇！所以你伫美国的时阵啊，高中还是大学有提过什么一个比赛的？其实我八岁就拢出去比赛，因为咱洛杉矶遐，每一个礼拜拢有比赛啊。所以我感觉，因为台湾就算困难，因为你后尾比赛较少啊。但是咱遐洛杉矶有高级比赛，所以较好参加迄个就是当比赛。啊，你细汉甲大汉安尼提过辉煌战绩的事迹，会当甲大家讲一下无？辉煌战绩就是讲你提过迄款啊，迄个足有代表性比赛的冠军。其实嘛，做者，因为咱讲不了，我相比我找我上好哩，无因为咱伫洛杉矶做些比赛啊，所以有做些机会当赢。对，所以我的每一个礼拜拢去拍。啊，你个什么时阵才想要行职业这条路？其实我细汉我拢会看美网，对，那个 US Open， 对，美国网球公开赛，世界的四大赛之一，嘿。嘿，啊！我细汉就足想要拍，有一日我会当去遐拍。我到大学毕业了，我是吃头路啊。其实我阿爸去大学，我嘛要做迄、那个职业的。但是到第三年，我感觉有一撮忝，因为这個路嘛足艰苦的，因为你爱飞来飞去啊，一个人。你也无教练对你去嘛，无偌好啊。你袂当到迄个上顶冠的啊。就我都爬到世界最顶尖的。会较慢啦。因为你也觉得一个人是。你爱有教练嘛吼。较可惜啊。所以我就选吃头路啊。所以吃头路放迄个 layoff。去放应该是讲开，唔是之前啦，唔是 fire 啊，要我知，之前，对，唔是叫人开除啦，对，嘿，就是讲公司可能经营无介好，伊必须要之前一挂人，节省伊的预算，迄个公司好，把个公司买起来，啊，有新头家来，所以我来感觉这是一个机会啊，就是讲我细汉要做，我要拼去看当拍美网，所以我感觉这无吃头咯，是一个一个 sign 啊，我会当去拍，所以我就开始拍。是啊，你本来吃迄头咯，什么头咯？就是一个，我不要oil company 哦，石油公司。酒油公司，我就做伫公司啊，做迄、那个，我叫做 business analyst。分析师。
Jason 是读密西根大学，密西根大学里美国是算较好的大学，对，你专攻什么？我是 political science， 政治科学，对，哦，政治科学啦，应该是讲读政治的啦，对啦，哦，啊，政治，你能分析迄石油哦？会使，因为这个，嘿啊，因为我。南密西根大学有很多connection， 就是很多机会当参加那个头路的 job fair， 我不要说、就是就业博览会，所以有一个关联性啦，对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参加，你就给他们的那个 resume， 你的履历表，嘿嘿嘿，所以就在那里interview 啊，所以都连面试，对对。Hey, how about let me to be your translator? Okay, perfect. 我讲无我来做嘢翻译好啊啦，但是你爱付钱啊，好啊。啊，开玩笑。为什么你的家庭拢讲台语？因为你有和爸爸妈妈住做伙，哥哥、阿哥、阿嬷吗？阿妈无，但是阿妈来美国做这边，啊，即马阿妈行我迄个阿姑，在住伫圣地亚哥。哦，在圣地亚哥。圣地亚哥。哦，迄超级好城市。系啊。迄气候哦够迷人的呐。对啊。迄吼整年吼低温不会低于十度，高温不会高于三十度。系啊。嘿啊，几乎都有太阳。迄个城市啊，够有海风。足赞诶，够足水诶！迄个城市圣地亚哥是我看过全世界上水诶城市之一，对。真的、喔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嘿。然后还可以，可以再看到美国诶航空母港，因为伊遐是军港。嗯，嘿嘿。因为我有去坐过美国诶航空母舰，现役诶，啊，就是离圣地亚哥。对对对，足水诶。对对对，本来是要去包围中国的。假的啦！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庄吉生，哈，吉星阿妈啊，主要大家拢叫伊 Jason。那 Jason 是啊，这边的世界大学运动会的台北举行啊，伊摕到啊，田尼斯的冠军，哈啊，访问的时阵，伊拢用台语回答，因为伊的华语无啥影响，哈，所以一炮而红。那为什么你捌问过爸爸妈妈讲，阿奶无甲你教华语无？爸爸妈妈袂晓华语，华语是叫国语嘛 ？Mandarin Chinese 华语我冇听过。呀，因为台湾话华语我冇听过。因为迄时候做即马咱讲的即个所谓国语国语，伊是北京话、北京话。那在中国，他们叫普通话。对对，那在台湾，很多人不喜欢把它当成是所谓国语，国家的语言。嘿，对，我们习惯称它华语。冇人跟你讲了，华语，嘿，华语，哦、对对对，因为我去新加坡，新加坡人嘛，真侪讲华语。好、哦，华语哦，华语，我猜啊。好、哦，甚至你马来西亚，马有人讲华语。啊，甚至你这个加州的华人，足侪人嘛来讲华语。对对对对，这样。因为我爸爸妈妈拢是，我爸爸是高雄人啊，所以伊细汉嘛拢讲台语啊，伊讲台语较习惯。哦。啊，所以啊，行亲戚啊，是行妈妈伊都拢讲台语啊，伊是要讲华语，但是我见你讲国语，国语，但是伊较习惯讲台语，较惯习讲台语啦。阿姨嘛，较介意讲台语，感觉是台湾，伊感觉伊是台湾人，伊也讲台语。好是哈。哦、OK OK 好，其实语言这样的哈，语言是如接如后了，因为语言是工具嘛，是知识的窗，是沟通最重要的这个桥梁。好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庄吉生 Jason， 四大运网球金牌哦，那个邀请安排真久呢，你今嘛愈来愈大杯，安尼你听好不？听，多谢。来，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。
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多转世界》，我是郑鸿仪哈。啊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啊，今年八月四大运网球的冠军啊，是啊庄吉生 Jason。哎，四大运网球冠军应该有奖金吼？有，偌济哈？我敢袂使讲，那袂使讲，这不是新，这不是公开吗？哦、对难道有暗盘吗？对高泽班吗？高泽班呀，高泽班。哦，因为吼、哦，很牛够也总教练哈、哦，江敬彦博士哈，够江敬彦哥哥江敬宪陪着来了哈、哦。这样，那他们都是热爱运动的朋友，那现在都在支持着庄吉生哈、哦。高泽班你要哪用？混人。哦，提来混人，嘿，无去爬小姐哦。袂使。啊？为什么袂使？因为这钱爱较怕拼一撮。哎呦、哦，对啊，啊你女朋友你唔敢用哦？我的，不塞哦，我不塞。你不用看教练讲话、啊。无啊，迄、那个我赚比赛的钱，迄、是我的钱会当用啊。对。但是我感觉这边办迄个四大运，这钱较济。嗯。所以。后这个钱较济，我会当摕去训练，还是摕去明年的比赛，啊、要请教练啊，啥当用这个钱啊？你打田尼斯吼，你上届欣赏的球员是啥物人？今嘛、嗯、可能是纳达尔哦，纳达尔，嘿，那个西班牙的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我感觉伊做打拼，每一个比赛拢做打拼，嗯，伊拢看起来要。变到伊死去，卡袂走，变到死也袂走。对啊，伊每次比赛看起来做拍拼的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的精神是 never give up 吗？对啊，啊，从永不放弃。嘿，嗯，就是一直拼。我感觉是做好诶，因为有当时啊、哦，有当时啊，选手诶，就是拍田的是做咩那种 mental game。嗯，就是心智很重要。嘿，嗯，所以有长期啊，就是你的精神、你的心智、你的头脑的比赛，不是干那体力甲技术俩。嘿，嗯，啊，做者选手因那在输，嗯，因的不爱爬，因感觉因头壳做痛嘛，还是因身躯做痛嘛，嗯，因的小块慢慢啊无在爬，哦，就是 give up 一刷，就放弃啊。嘿，啊，但是我刚刚得到因拢。为什么伊也在输做甜蜜嘛，拢做怕病，看会当赢啊？那可是输啊甜嘛，你身体啦，卖个病，唔是较好吗？嗯，即嘛袂使啊，因为你第二杯比赛，你得好好比赛啊。嗯，啊，你第二杯比赛，你得免比赛啊。哦，那一旦跟你请教的是，瑞士的 Roger Federer， 他也是伊拢做一滴东西，世界。前几名嘛，吼，有一站是世界第一名嘛，赚足侪钱，足侪钱。你感觉为什么伊遐牛？伊可能嘛做拍拼的，啊嘛人做侪，但是我感觉伊嘛做一个natural talent。嗯，哦，伊有迄个天生的条件。嘿，哈、哦，是，就是伊看起来，不过伊有在管，敢是？嘛算袂歹啊。嘿，有一百几下，比我较管吧。你一百八十。嘿，阿姨嘞，可能183吧，183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对，所以你感觉伊是天生条件好，嘿，阿姨，但是要拍做好，你嘛爱人做侪啊，嗯，所以我做侪人无看在后壁迄个训练，嗯，因为你也是看电视，你是拢干那看伊赢，还是看伊的比赛？但是做些人无看后边迄个训练的时间。嗯嗯嗯嗯。那塞尔维亚那个 Djokovic 呢？乔科维奇，我嘛感觉伊做拍拼啊，因为有即马迄个，因为网络即马做好啊，有当时你会当拢看伊的训练，伊拢会播迄个伊的迄个训练的 video。嗯。就是抛去 YouTube 吧，是因的 Facebook 的粉丝啊、嗯，所以你长时间你也当看因的训练的时间、嗯，所以我感觉嘛真好啊，好人会当看因的训练。嗯，那
对这个全世界这么优秀一流的选手，因的训练，因是一天训练多久？每一个人是不同款啦，但是大概我感觉打球可能要三四点钟，那个体能就是那个体能，要差不多一点钟，两点钟，你要你嘛要放松，要放松，放松，对，每当拢就压缩啦吼，这是你要不比赛一礼拜，你会当训练较济啊，但是比赛时阵，所以你就不当训练较济啊。你家己你安怎训练你家己？那个时间还有强度？我是较济时间，我就会再拍差不多两点钟。下晡两点钟。有一个人和你对打呀？我伫美国，我有一个教练，咱就会再拍。下晡佮拍差不多一点钟啊，两点钟。现在一两点钟，下晡一两点钟。教练和你拍。别的选手嘛，当喊我拍，是做会拍。喊迄个教练。拍了下晡拍了就去练迄个体能。但是。我其实我无体能的迄个教练啊，到即马较有啊，因为在这个部分拢在请教练啊，体能的教练，所以钱不够，所以拢后壁拍到拿到遐，你爱弄请哦，体能教练安怎算？每一个不同款嘛，因为你嘛爱付伊个薪水啊，对，系啊，伊当甲大家，互大家了解一下无？我去比赛教练也是体能个教练，爱超能个教练去吗？上好个是一档，所以一礼拜拢付伊个迄个费用，就是付伊迄个飞行机票，遐拢爱付机票、食饭，啊个住，比赛时阵差不多一礼拜嘛，吼，去甲倒来安尼，其中一礼拜，安尼爱偌济？有一个教练可能爱差不多4-5千美金。有包括机票加食住，有差不多5000美金，都要15万台币啊！哦，迄是体能教练。这是我的拍球的教练。拍球的教练，体能嘛差不多安尼啊。哦，都你那钱出来有法多，你会当请两个教练，但一个教练基本上拍一场比赛，你大概爱付5000美金就对了。差不多。哦，那今嘛将经验，你还会话者？你问伊，啊，江老师不回答。OK， 因为我也曾经访问过我们打美国 LPGA 就女子高尔夫的职业选手叫龚一平 Candy Gong 哈。那龚一平刚开始在美国打的时候，他其实拿过2-3个 冠军、哦、那不得了啊，因为拿一个冠军可能就是奖金的是20-30万美金了、哦、那一共其实请教练的费用很贵，他要找短杆教练，他要找短杆的教练，高尔夫你知道吗？短杆就是他有总共13、小 game 有长杆嘛、哦、比方说 driver， 那他还要找体能教练这样啊、他说那个费用都很贵，所以选手的收入那是不够好，其实是真艰苦。嘿，你的收入，你感觉你有法度 cover 吗？真嘛袂当，还阁无法度，无法度变怎？就是这边pass 四大运料有摕的金牌，有较侪人知影我的名。就是希望会当较侪
台湾的公司会当帮忙，给你 sponsor 对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像我有熟悉啊，台湾的选手，譬如讲 Randy 就是卢彦勋，嗯，那因为伊有够出名，然后伊的成绩嘛就好诶，伊刚刚即马全世界排第几名？排七十名哈，是台湾所谓的网球一哥。然后跟他那里航空公司就可以给他啊免费坐飞机，对，你都会到都会安内当几年还是两年，对，嘿，甚至有经纪公司或者是企业有请伊代言，伊的收入就会较好，对，啊，那这是正向循环，就是讲他如果伊那免烦恼伊的财务，伊就会当专心投入伊的训练甲伊的比赛，对啊，嗯，因为你也免训练，啊，你也免。想这些事情你就好好打球了，嗯嗯，因为现在打球比较困难，因为现在就是拿到 Federer，嗯，他们的队都四个五个六个人啊，就教练团，对啊，嗯，一个就是帮他整理那个回程机票啊，行程，就是 manager 啊，嗯，要管这个经理，对啊，嗯，一个是他可能有两个教练啊，一个体能的教练啊，嗯，还有一个防护员啊，防护员，系啊，嗯，所以避免他受伤，嗯，对，因为即马拍 tennis 是较，比以前较侪爱用较侪力啦，嗯，较 physical， 嗯，就是爱走较侪啊，对对对，较忝，较忝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系啊，耗费的体力比以前，所以你的身躯也保持好，嗯，你嘛会受伤啊，所以你嘛。你爱请那个防护员啊！啊啊啊！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庄吉生哈，给你备位啊，四大运台湾啊，因为伊摕到金牌哈，这个啊，感谢他 Jason 哈，那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他哈，来，我们先休息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多转世界》。我是郑鸿仪哈，咱今日邀请的是四大运今年八月摕为台湾摕到金牌的庄吉生 Jason 哈，那 Jason 鸿印象上深刻，那是伊摕到金牌，是伊啊，咱个访问全程拢看伊啊用台语回答，啊大概怎啊笑出来，哈哈，啊因为伊伫啊伫美国出世嘛哈，那所以爸爸妈妈拢讲台语哈。那所以伊干那也讲台语啊。日本吼，我老觉得选手或者锦织圭，尼西卡瓦呀，尼西库里，他也打很好。我记伊干那全世界第四名来换。嗯，那咱头我讲的拢讲啊，譬如讲瑞士的 Federer， 啊是塞尔维亚的 Djokovic， 啊是啊西班牙的 Nadal， 啊是英国的啊 Murray， 这些拢是西方选手。那一个亚洲选手被拍个加后真困难嘛？哈，真困难的。对对对，为什么亚洲选手无多？嗯，可能训练的环境较不好，还是那因为咱的体格嘛无较无遐大汉，无遐大汉啊，无遐用。哦，但是我感觉最近嘛，做者咱的亚洲嘛拍做好啊。比如讲。有开始在变啦，嗯，因为即马你是看嘛，拢伫美国的人啊，嗯嗯嗯，伊从细汉的美国人啊，哦，所以是美国混的呢，唔是伫日本甲栽培出来，唔是啊，就是迄个 IMG 啊，应该是那个一家世界性的金融公司嘛，哈 ，ING 嘛 ，IMG 哎呀，啊，经纪公司，哦，经纪公司搞混的，哦。好 ，OK。那你觉得，锦织圭的优点在哪里？伊的上好的优点，嗯，我感觉伊袂惊拍，嗯，伊拢拍做大力的啊，嗯哼，啊，伊嘛走足紧的，嗯哼，因为伊即卖个张哲培就是伊的教练吧，对，所以我感觉伊的。因为现在的选手也要走足紧啊，体能也要练到够，就是你也拍三点钟、四点钟，你袂忝。嗯嗯，所以我感觉伊有够。啊，听讲你体能嘛足好诶。嗯，嘛爱较好一撮，所以即爱更加好。嘿，好啊，免啦，
要怎量测你的体能比人较好？每一个人有因的家己的特别的 plan， 有家己计划。嘿，但是咱选手嘛比赛真济，但是比赛的时阵嘛爱练一撮，因为你也无练，迄个体能都无去啊。因为你啊差不多四节啊停，拢无练你的迄个肌肉。你的 muscle， 嘿，你的 muscle， 迄都无去啊。所以比赛时阵嘛爱练一撮。哦，啊，你感觉你拍球的，你的啊强项是啥物？弱项是啥物？我感觉我的头壳较好，我会当变，因为我细汉开始拍嘛做细汉的，啊，我拢行较大起来，拢在拍。大起来，我拢讲大起来，因为我真正我细汉是有够细汉，就细汉的哈。啊，我拢行。细粒子哈。啊，我拢行，迄个美国囡仔拍，啊，因比我较大汉啦，比我较粗啊，所以。我就向我的爸爸向伊，伊就教我教要哪拍，因为我袂使拼因的力，所以爱看要拼安怎，所以我从细汉就爱想要哪拍啊，系啊，去找对方的弱点，对啊，哦，以智取胜，那就是，所以你是用你的头脑拍球嘛，系，那你的弱项是啥物？我感觉我的。脚步嘛真勇，就是嘛走足紧的，啊嘛真在啊。Footwork， 是。所以你较weak的所在是啥物？你感觉？Weak， 我感觉是我要拍，我干嘛当讲啥物人来听啊？OK， 好，因为对方在听，所以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也弱项绝对袂使防灾，所以你有用头脑，你接受我的轰门。哦，因为如果是高尔夫球选手来哈，他会讲自己的弱项，是因为他只跟那个球拼。那田尼斯不讲，田尼斯是你有对手。好，你有对手啊？啊，每一个对手无同款的拍法，每一个人无同款的。对，呀，让我懂哈。那你即马当个台湾，对台湾会惯习吗？即马有较惯习啊，从开始较袂惯习，因为美国较宽，对。啊，咱伫洛杉矶拢。什么所在拢爱开车啊？哎，啊，我伫台北拢坐捷运啊。对，系啊，啊哈，所以有较无同款。对，交通上无关系。哎，啊，饮食咧？饮食，对你食饭啊，食也无关系无？有一寡物件啊，就是有感觉较奇怪，但是我美国。咱洛杉矶有做些墨西哥菜，嘿嘿我较爱食墨西哥菜。台湾较无哈好的墨西哥菜。墨西哥菜的好吃在哪里？你家哦，不是你美国？美国拢有啊，洛杉矶啊。我知，我是讲伊好食哩，啥物所在？哦，我只爱食迄个 taco 啊 ，taco 那个饼嘛，吓啊，啊上面有那个胶，然后包起来这样。好，你爱食黑了对啦。哦，台湾有轮饼糕，对啊，所以我蛮爱吃轮饼。真的个，真的啊。哦，那像你啊，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你啊饮食要做注意吧。真蛮，因为上重要的是你比赛进行要吃啥是上重要的，我感觉，因为你啊一点钟要比赛，啊你吃取些钱的。还是吃太多油的，你倒不叮当。哦，真的吗？还是你吃太多，你真的，还是你吃太咸，你走不去啊。吃较炸的为什么不走不去？就是你感觉，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吗？你吃很多钱啊，你就感觉一些，就是 heavy， 还有一些重啊。啊，太油。对啊。哦，它是会马上增加脂肪吗？什么意思？
会水生油吗？OK， 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呀，对，所以饮食其实是也是很重要了哈。那这条路你会觉得很艰辛？嗯，这个路作艰苦啊，嘿，因为从开始我，所以我无食头迄时阵。可能到即马六年啊，嗯，啊，我伫厝其实有教练啊，但是我袂当请迄个教练来每一个比赛，嗯，所以拢是我家己出去比赛，嗯，啊，每一个迄个安排的时间啊，我能去要去对，要去对，拢是我安排的，对，所以我感觉有一撮辛苦啊，因为拢是家己一个人在闯。行这条路真辛苦，爸爸嘛知嘛吼，伊嘛知。啊，你讲要选择这条路的时阵，爸爸的意见是啥物？其实咱开始要选这个路，唔是，咱是知影会讲会困难啦，但是咱唔知影安那困难。嗯。较开始一年两年，较知影哦，伫家是做困难的，啊，伫家较困难。嗯嗯嗯嗯，对。那你今嘛几岁？我二十八。二十八岁，那二十八岁的职业 tennis 选手的寿命够多久？即马有较拍到35啊，嗯，因为 Federer 是36，瑞士迄个 Federer， 哎，对，啊，伊即马嘛拍真好啊，嗯哼，即马因为咱即马迄个有足侪教练，因较聪明啊，因。为遮迄个体能啊，要保持迄个身躯，因拢有因拢有迄个读册较济啊，所以因知影变啊保持较好啊。所以我感觉即卖选手会当拍较久啊。拍较久啊！迄个瑞士的 Federer 即卖已经36岁啊，因为36岁，其实等于是台湾的37岁，因为台湾讲虚岁，他们讲10岁哈。那我都拍到比较40岁，要跟你拍，佫是全世界最顶尖，就表示说，因为科学的进步啊，各方面的进步，所以你们的寿命往职业的寿命可以变长了、啊、哈。所以你要够至少嘛够七当好拼者。嗨，但是我即卖先看当拼到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东京，迄、那个 Olympic 啊，奥运，嘿，奥运啊，我要先看当变到奥运代表台湾吗？对啊。哦，你若我变到奥运，你咪使代表美国啊？我不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么变是台湾人啊。代表台湾变奥运哦、啊。那你的目标是打进奥运的比赛，还是拿到金牌？嗯，这么是。打到奥运诶，资格赛，嘿、嗯，但是看明年的迄个成绩安怎，阿个调整哦，这个有趣，等一下再来问他哈。那要闯进奥运的资格赛是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我们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多转世界》，我是郑鸿仪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今年在8月份。这个台北四大运的网球金牌哈，庄吉生 Jason 哈，杰星。那Jason， 现在你的目标哈是2018年的亚洲运动会，对，在雅加达举行。那这个打进去要有什么资格？你的排名就是要台湾第二个第一，所以台湾的当选两个选手，两个单打。啊，胆大 ，single， 啊，哈哈哈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台湾有啥物人像卢彦勋会拍无？唔知，爱看明年到后要拍。台湾有会使有两个名额就对啦。两个胆大，胆大，啊，有啥物资格吗？干么？啊，唔免转亚洲的排名，还是转世界的排名？世界排名，世界排名应该世界排名免，就是看国家的迄、那个排序。啊，好 ，OK。所以台湾即马除了你啊，甲卢彦勋以外，敢啊个有竞争者？即马有迄个杨宗桦，
好，杨忠化，杨忠化，杨忠化，哎、欸，他也打得不错。伊今麦世界排名偌济？嗯，差不多250嘛。250啊，你的世界排名283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那亚洲运动会之后，你要攻全力攻东京奥运。嘿，要打东京奥运，要有什么资格？奥运较困难，你爱你的排名，全世界爱差不多100名。以来，嘿，较当时比你的国家嘛爱选的你，对对。所以你有，所以排名也高，各地的国家嘛爱甲你选。我想你那是台湾，你那是全世界100名来，可能就敢那剩你甲卢彦勋俩，因为卢彦勋即马是70名嘛，对，所以。国家要选到你，你若排100名来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啦。现在重点是你有法度拍到100名，现在100名来无？那这个需不需要有一个计划？对，因为要拍到100名嘛，真困难。你要真正训练有够，比赛成绩有够，有就是你有安排好势，有你的计划有好，是，啊，那，你走这条路的过程来对，你需要台湾给你什么款的资源帮助？因为这嘛是看咱有台湾人是台湾的公司会当帮我赞助啊，就是当用这赞助的钱去请教练，对我去。因为这马是打田径是爱你爱一个队，不是你爱一个爱一个 team 啦，爱一个 team。哦，你譬如讲爱有教练，爱有防护员、记录员，哈哈哈。安尼较会当到100名，我感觉，因为要家己一个人打到100名足困难。随时有人协助。嘿，啊哈哈，你都不会分心，要花很多心力去处理机，订机票啦、订房间啦这代志。你得认真。打拼打球，是是是，你有去找过企业吗？给你帮忙吗？现在有一些有在说，但是还没确定的。那为什么你在美国就好好，你也是美国籍，为什么你很想要替台湾队打球？其实我也感觉，因为我从小时候都感觉我是台湾人，因为我回去家，我都说台语出去我拢讲英语啊，所以我出去我出去学校也是行朋友，我就感觉我是美国人。我回去厝，我感觉我是美国人是台湾人啊。所以台湾嘛真伫我的心内啊。所以三年前有一个机会当回来帮忙台湾拍。我也感觉台湾的选手也没多少啊，所以看得到让台湾的名字可以出来啊。所以三年前是台湾有人去跟你接受，还是你主动回来？一半一半，就是有一些台湾的选手有说你太不爱来台湾打啊，因为他们说美国有一个好的选手你太不爱帮台湾打那有一天啊，因为你知道主持人很贱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哈。就是有一天台湾跟美国发生战争，你要为对这边。我想起来，卡跟你讲，你很贱哎。OK， 不要打哈。OK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捌去找过什么航空公司啊？至少在机票上给你协助不？即马是有咧吹啊，但是即马是就是拢阿伯决定诶。那你专业职业已经专业偌久啊？专职业不？拍 pro 吗？呀！即马六年啊，拍六年啊。系啊。啊哈，那你这样的奖金有没有办法支撑你的生活？你是讲我的？你的奖金？嘿，有法度支？支持你的生活不？我奖金会当，嘿，我会使，我家己一个人会使。你家己一个人会使啊。但是我要请，要给你更上一层楼。对，
有困难了哈、啊、因为迄个资源不够。对。哦，那你细汉就伫美国大汉哈，你感觉美国人对台湾有了解无？我感觉嘛真少，因为伊嘛拢唔知，因为咱比赛是拢讲比如讲 Chinese Taipei 啊，嗯，啊迄、那个做一美国人就问 Chinese Taipei 伫对啊，嗯嗯，所以我嘛感觉真做一人嘛不了解台湾伫对，嗯，美国人做一人唔知影台湾哦。做一人啊！哦，啊，伊唔知影台湾是一个国家吗？系啊，做歹讲诶。嗯，因为这嘛做要怎讲美国无教这个咱迄个 history， 咱的学校嘿，拢无教着这啊，拢无教着。你美国你无教着这个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历史了，对。嘿，嗯，所以美国人哪就去教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？嗯，所以。阿伯教的，所以美国人就唔知啊。嗯，那你也甲因讲吗？伊若问，我来甲伊讲。嗯，对。你甲美国人讲，讲伊若无唔知影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咱会派熊山飞弹去甲拍。哈哈哈！我严重吗？恐吓他一下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内心其实是觉得是个台湾人，嘿，我嘛感觉。但你是美国出世呢？对。嗯。但是你有感觉你的心情是含林书豪同款的吗？嗯，做侪人嘛有讲安尼。对。啊，伊的故事嘛，小甲广同款啦。嗯。因为伊嘛美国大汉的啊。对。但是伊是无讲台湾话吧？啊，伊根本晓，伊应该袂晓。我有啦，伊袂晓。哈哈哈哈，是。那你等下去台湾，有你上介意的物件无？上介意哦。嗯。上介意可能就是有一挂物件我较爱吃啊，伫美国较不当吃啊，系啊。啥物物件？是个迄个润饼啊。润饼，润糕饼，润饼糕，如果是润饼糕，因为我阿嬷细汉拢会炒米粉，嗯，还是包水饺，对。阿姨嘛做肉粽，但是润饼伊袂晓。哎，其实我唔知伊袂晓，伊是无做。其实阿嬷会晓，会晓吗？你迄个年、迄款年纪，基本上拢会晓。但是即润饼糕吼是清明的时阵，清明节的时阵，到底做润饼糕。哎，但是即卖从外口有咧卖啊，但是平常时台湾家庭。拢爱甲清明的时阵，带你做润饼糕。哦，嘿。所以我等去美国爱问阿妈，该怎搞做。所以你看到润饼糕是想到墨西哥。哈哈哈！哈哦，你爱食润饼糕，阿哥有啥物爱食？嗯，我干那迄个米粉，因为我细汉食米粉。嗯、对。包水饺。啊。个肉粽。啊哈。嘿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你上爱食的。啊，有女朋友不？今麦有，今麦有，偌久啊？无偌久，无偌久，吓，几个月？几个月啊？嘿，三个月，三个月，发顶夸张。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我知道、啊这里是派出所。派出所是什么？OK OK， 我这是在欺负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人啊！要要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这个今年八月份台北四大运为台湾拿到网球金牌，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哈、的庄吉生Jason 哈、那因为以细汉甲大汉厝内拢讲台语啊，所以呢。因为这样子，大家对他印象深刻。那伊即马想要为台湾闯亚运跟奥运之路。那台湾的朋友哈、特别是企业界的朋友，还有台湾的政府，如果有听到的话，拜托帮他一些忙哈、这样子一些小忙，搞不好为台湾小兵立大功。好 ，Jason， 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我们奥运拿金牌再见啊！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